是大概8:20的时候开始的吧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再早一些些。反正我大概还没玩。时间真的有比较慢，对不对？嗯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因为人等太多了吧？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，人太多好像会影响时间。可是那队伍多才会多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再看看，不知道，感觉今天观察一下。今天进去的时候有点险，下午二跟三二吧。跟三二，对啊，等一下看是不是变成四跟三二五，你落差大一点好了。晚一点再看看时间。钓鱼呀、啊，钓鱼。觉得他们是不把一拳当人看啊，不给他装备。对啊，什么叫做看我都没赢过上届冠军哎、欸。上届冠军这一届就来当祭品了。我觉得巧克力这边可能有人会被烧到。一拳吗？下面是岩浆啊，因为曾经就这样蔓延上来被烧的。哦。上届拿第一，所以这届第一主播无憾。哇，他们已经在附魔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永泽平的。为什么 Jerry 就是一颗要一颗篮球投在那里？而且我刚看到甘蔗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看到甘蔗，然后就走啊走啊，爬啊爬的。”突然看到你就突然空降了，然后给我打甘蔗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泽平，好啊，那我那时候在泽平，那我被你杀死也差不多啦。”那时候也是泽平说：“哎、欸，有甘蔗，是繁星。”没有想说奇怪，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有这么近吗？”就我看一下繁星，哎、欸，没有名字哎，好，他打我哎，啊，挂了。连反应时间都没有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我对 Amigo 的人都会有顾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看到 Amigo 的人，我又不太敢打、欸，我都会愣一下，然后就要打。没有，这就是曾经被背叛过太多次，我就直接。可是我每次被背叛，我还是改不了。你们教我。结果我们红队好像都还没开始附魔、欸。你们有甘蔗吗？我不知道，除了我以外有没有人去拿甘蔗？我觉得是没有哎、欸，那就完啦、啊。看一下，唯一有黑曜石的就是哈基啊，他也没有去挖钻石黑曜石啊。哎呀，我觉得红队分太开了。对，你们现在分三个区块、欸，他们就算资源有够，要集在一起也蛮难的。哎、欸，而且哎。欸甘蔗这样的话，我们等于没有甘蔗，不是吗？啊、因为泽平，泽平啊，不是不是，瑶有达到甘蔗，我记得瑶对瑶好像有说他有拿到甘蔗，可是瑶是不是最分开的那个？找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因为我记得他刚刚去挖遗迹嘛，看他超远的、嗯，哇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他这里真的是，他是边缘人啊我觉得这也非他重新生存了吧？对，因为他刚挖遗迹啊，嗯。他这里非常有可能就是，比如说红队灭掉掉剩瑶一个人，大家在找瑶。真的，他到底在干嘛？他这边看到最近的也是蓝那个呢，白队而已。他在哪里呀、啊啊？他在最边边啊邊快到边边角角的地方。真的是边缘人的世界。我觉得这个合作戏已经可以，我觉得白队的胜率真的蛮大。我觉得瑶自己一个通话好了啦。我觉得白队现在有附魔，其实赢的比较几率比较大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光装备还有合作性来讲的话，红队真的有点惨啊。你、欸、会不会等一下他们两个打两队打起来，就以为赢了，然后在那边互玩，然后结果还剩一个瑶哦？哎、欸，嗯，我刚刚在想会不会有这个情况？我觉得几率很高啊，因为现在那个白队要去撞红队很容易，红队都是散的，可以个别击破。对。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哎、欸，他们去地表了，三六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时间是正常的，五六三六。哦，奇妙呀！他们是要挖金跟，那应该就是比较晚开始吧。这边是，他们好像找到你们的巧克力，他们找到你们的路哎、欸。这个真的要挖，可是你知道，就算找到路，他也是找到其中一个人的路而已啊。對對對對對而且就算没找到，迷宫也会迷路。哇，他们有钻剑呢！他们什么都有啊！
我跟他们这样小心翼翼，真的要爬很久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散的。还分进攻组的嘞，会打架就这四个啊。如果这四个灭掉的话，就不用玩了。哦，他们现在最有可能先挖到的是这个送灭。找到 ID 了，他看到 ID 了。这人是谁啊？杰克，杰克又是小雨。哎呀，我们阿米哥，完了，阿米哥我都看到剧集哦。第一波激战要来了，各位，阿米狗来喽！阿米狗主播群啊我们是周三主播群。我觉得这个是在挖树的，一定没有看到上面有东西来了。小 K 怎么了？哦，好了，看样子，刚刚是谁预言小雨会死？我，还是哦。那如果小雨死掉之后，你预言下一个吧。我就预言这四个攻略部队会死。你放尊重，会被岩浆烧死。快挖开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第一个应该是先打左边还是右边？我觉得看到如果他去左边的话，那我的那个的话，我的那个预言就成功了。那再來就是他们四人组可能会上了损伤了，重烈阳加降。背对，小雨先背对。完了，看到他钓鱼。他没有吧？他还在钓、啊。他没有。我说巧克力看到了。杰克上来，杰克上来。我妹妹蠢蠢的，完了。哇！我好厉害！哇！来了！开干了！干起来了！哇！有吗？有吗？哇！岩浆桶是呀。下面他们在下面在追。哇！下面还在追。团团不要，团团几顿。阿米狗主播，来，下一个是谁？快点，神秘客杰克，下一个原来是杰克啊，然后再来就那四人，等下全部被毁了，好可怜啊！快点，阿米狗主播快来哦！又给他上来了，哇！又一个阿拉乔峰中招啊！乔峰，太快了吧，这一连串的，太好笑！乔峰要来救你们，乔峰惨了。打天下了、哦，太好笑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我跟你讲，下一个秋风死也是阿米狗。哦，来了！哇，杰哥是被秋风杀死的。阿米狗主播来了，峰哥，你做杀技人，受不了了。他没上来，可是我们刚。钻石都在秋风身上哇，可是烧掉了。我跟你们最尴尬的是甘蔗在瑶身上，对不对？那瑶没有找到甘蔗啊？他不是有挖到一颗吗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有讲啊？没有啊？哦，是哦，没有啊？啊，那真的尴尬。那甘蔗就是在我那边。我没有甘蔗啊。哦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峰哥。我跟你说，肯自己人啊！我一看到人过来，我想说那边一直有人在推直，我就先跑。对啊，峰哥，峰哥，你要砍，你就一开始就砍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到最后才砍呢、啊？没有，我只是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没烧掉巧克力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真的找不到他们说。而且我是被巧克力绕旁边砍掉，我还没看到巧克力。对啊。而且他们就四个，巧克力超凶。你知道，你刚刚没露头，他们应该就走了。就你一露头，他们就追上来。那个画面好好笑。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红队灭掉，然后剩他们要去找瑶在哪里。对啊，瑶超远呢、欸，瑶超远，瑶在另外生存呢、欸，没有人知道。瑶就要去找那个、啊、甘蔗啊。我本来也是要上去找甘蔗的。哇，他们是怎么来的啊？直接挖到你们的废矿，挖过来。因为你就有看到 ID 啊，然后就挖到跟过来了。他们是先走废矿，走一转了。对，他们是全部人都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很清楚这条路不是他们的路。我们都太分散了，左边挖，右边挖。明明开始就被泽平死掉，所以就。啊，原来是我，好吧，自己打，军心涣散，军心涣散，我一个死掉就可以军心涣散哈。哦，泽平你要负责哦。那我可能是我们的领头大将军呢、哦。原来我是赵云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赵云死掉，你们就只剩阿陀了，没有人可以管这个。这是他们家，哦、他们绕蛮远的哎，超远，都被诛到击破了。啊，我应该不是赵云啊，我应该是诸葛亮。可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只隔一座山而已。对，蜀中。就是我走的那一座山的隔壁就是他们的基地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没错，一开始超近，
难怪繁星会突然冲过来。不是，我回去的路突然发现两格高跳不上去。你是刚刚砍团团完全不会痛、欸。那繁星这就叫做。我也砍了巧克力。就叫做不是不报十二味道，地形帮我报了仇。来看下一个进来的是阿米狗，这里真的现在全是阿米狗、啊。我有三个人、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红队只剩下哈基是阿米狗了、啊，三个人。哎呦，我们看影月的血很少啊 ，Jerry， 好了 ，Jerry 可以活一下，确实有点多。欸、其实在峰哥死之前，我的预言都是准的。那你现在预言？嗯，我觉得预言那四个大将会死啊？不会啦，这是无上将哎、欸，搞不好拔旗啊，砍掉自己人有没有？现在死掉是，现在只是关羽死掉而已，其他四只还在。关羽死掉，武将少了一个而已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们那个明明就是别的国家，我们这边蜀国，你还要那边关羽？关二哥逃叛是不是？你刚刚不是说那个那四个大将吗？没错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五五将嘛，是关羽老板。哎呀，我天，甘蔗已经没有了。士兵死亡之后，蜀中无大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峰哥讲的嘛。来看一下，而且我刚刚最后死亡是秋风打死的，我知道、啊。我想说，我都有看到，我想说这边有一个路线走过去，然后就被挥了一刀。我团结。哦，哎、欸，很容易哎，你看到人不挥，真的，你是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秋风，我也挥了。杰克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你一开始砍远远的代价。哎、欸，我用手搓一下而已。我就跟你讲说，这个是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我觉得这同队伤害太棒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远远也是单独一个人哎、欸。远远刚刚有那个找到了。你们太善了吧？对啊，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团结我们啊，我都已经死了，我要怎么团结你们啊？所以就是因为背控真的很大、啊。那就好啊，跟蜀国剧情一样、啊，最后被灭啊。对啊，军心涣散，整队被灭，整队被灭啊，军心涣散。好啦，那我之后不出去找甘蔗了吗？我就在家里发号施令。只有你那个甘蔗哎、欸，没有其他的人。对，闪闪他们遇到钻石，他们也没有去找甘蔗，所以就只有 你可以问繁星，他一开始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看到甘蔗了，然后跳一跳去，然后甘蔗就被我挖走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你应该要砍一下他，你怎么会打输嘞、欸？他有拼命挥，你的大将哎、欸，他有拼命挥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挥到我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拼命挥，我完全剪出来。你是不是上天眷顾我？他这样子啊？哈基，阿米狗的来了！阿米狗，阿米狗，阿米狗，哈基，阿米狗，没有，阿米狗，受伤四十点，他这是逛洞窟，逛到剩下这样的血，对，他大的、欸，他都是在逛洞窟迷。他刚刚那个打僵尸是怪罪，哎、欸，完了，你们知道说什么吗？所以刚刚杰克是因为街亭失守，秋风泪斩。累了，累了，杰克。那谁马岱吗？还是谁？对，马岱，马岱，马谡啦。对对对对对。累了，马谡。原来你是因为街亭失守啊？那我救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累了，哎呀，乱扎营嘛。对嘛，叫你扎地板，扎上面嘛，活该嘛。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诸葛秋风，诸葛秋风。那我应该是关羽哦、喔，因为他们国家自从死了关羽之后就军心涣散了、哦。也是，对对对，不对、啊，你们应该要那个士气大增啊。没有啊，你们的，哎、欸，你们刘备啊，哦、你们刘备应该要很生气，然后就打不赢啊，然后就军心涣散，然后刘备也死。谁、欸？哈基怎么把撰稿扔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干嘛？他怎么了？啊，应该是那个石头，不是有那个吗？哦，挖掘石头，石头惩罚吗？嗯，应该是。哦、oh, ，对，还是比你跑一次再那个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哎、欸，繁星，嘿、hey. ，对，我是关羽，然后因为我然后他们，我以为你要讲认真的嘞，对啊，你是关羽，你听我分析，我是关羽，他们超不爽的，然后因为他是张飞，张飞被暗杀嘛，对不对？合理，对，合理，合理，合理。啊，小雨是什么？白痴！我讲什么？正在听讲什么？讲讲很认真的。哎、欸，繁星，对，我是关羽。我想说你要讲哈基可能会怎么了？结尾是什么？对，我是关羽。
啊、哦，云长啊，那小雨是什么？小雨，我看一下，你要依照那个历史线啊，我看一下、啊。再死的是谁？黄忠？但没有，再死就刘备。哎，黄忠什么时候死啊？黄忠应该很早就死了。啊，说你是凤雏又不好哦。没有，再死的就刘备啊，所以小雨是刘备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挥泪斩马谡嘛，可以 啊。难怪你是他哥哥。啊，不对啊，你是刘备才对啊，我是他弟弟。好乱了，好乱了，人物关系线太乱了啦。那喵哈怎么办？地他张飞啊？啊，过分。他张飞啊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最多的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哦，这么惨啊？不是阿哈基在干嘛？分很散啊。哈基刚刚很早就是分开找，哈基已经一直都不动了、欸。对啊，哈基刚刚就是一开始下去就直接看到拿钻石镐了。然后就跟秋风汇合，然后你们那边是生怪砖，看得很精彩。所以真的有生怪砖哦，有哈基有啊，那个秋风哈基那边有。哈基怎么了、啊？怎么了？哪里？谁谁谁？那两个人吗？没有。没有。然后依照观众，然后想说诸葛要借东风，结果来了秋风。然后依照历史线的话呢，繁星应该是周瑜。啊！吐血死哦！对，你被诸葛亮噎到吐血死。那、啊、他进去厕所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为什么他？我觉得是哎、欸，他是卡进去厕所啊。那还是隔壁邻居还来敲门，太大声了。不是你我以前真的很乱。你隔壁邻居来敲门，你应该会知道啊。没有，我在五楼，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还是最知道，应该是影月啦。影月离危险最近的人，不要撰稿、啊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啊？真不懂。他为什么不要啊？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要那个，要不然就是，应该是他真的是那個，不然就是挖掘出。泽平是关羽。我完全不要再回来、欸。不是，我觉得啊，你知道他基本在那边不动吗？嗯，因为我是关羽。Because I'm best man 。他干嘛？还是他是要把撰稿给队友？哎、欸，他在看那个位置啊。我是觉得他一直在看 ID 哎、欸，看有没有 ID， 再看要不要触发。那个哦，有可能，因为会亮亮。对，我在想，因为他是怕，因为他一个人啊，哦、所以对啊，会发亮、哦。亮了之后可能就被围殴。下面这个应该是瑶吧？下面上面的圆圆呢？没有，哈基下面。